我们开始。专念弥陀消业术，看破放下即往生。惭愧弟子，弥陀子，恭敬报告的主题是：专念弥陀消业术，看破放下即往生。家父何妙音居士于1997年听闻净土法门，于2000年国历5月24日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享年83岁，育有2男5女。他老人家一生只听过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知发大誓愿第六品之一个多月，得力于看得破放得下这六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圣号，应证净功恩师所说能看破放下专念阿弥陀佛，3至5年就能成就。兹将家父学佛及往生经过供述如下，愿见闻者皆能往生极乐世界，圆成佛道。那月30的警醒，家父因务农，施用化肥及农药，以及家中常蓄养生禽，如猪、羊、狗、兔、鸡、鸭、鱼等等，除一小部分换钱为生外，其余皆为自食，多犯了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之戒。由于严重的杀业，于1992年农历30业报现前，一早骑摩托车载2个小孙子去市场买菜准备团圆饭，回家的路上突然头晕，人及机车一起摔到田里，老人家头部及颈椎因此内出血，生命危急。2个孙子平安无恙，只是虚惊一场，真是共业中有别业，造业轻的受报轻。医师说家父很危险，要赶快开刀，而且活下来的几率很小，即使生命保住了，也可能要长期有人照顾，因小医院无法进行大手术，且因过年放假转院不方便，要等2-3天才能转到大医院。自己看到父亲危在旦夕，却又无助之下，当时一个灵感就是求观世音菩萨加批，不能让爸爸就这样地走，我愿意舍寿给他老人家，再怎么苦我都愿意为他老人家受这个苦。果然至诚能感通，2-3天后转到大医院，经过几天的急救，爸爸的命终于保住了，全家松了一口气，但从此以后，他老人家的生活均需家人照顾，全家吃众生肉的共业不得安宁。他老人家从生病到往生，一共在病床上躺了7年，我想替他老人家受这个苦，都爱莫能助。真如《无量寿经》中所言，苦乐自当，无有待者。
经过这一件事之后，最害怕的日子就是过年，因为差一点就失去了最疼我的父亲，也尝到了全家在医院中紧张痛苦地度过难关的滋味。当时在医院也有不少人的处境和我们一样，应验俗话所说的年关难过啊，尤其很多老人家都过不了这一关。因人无知迷惑造业，在过年过节任意杀生，让猪鸡鸭等众生过不了年关，感得气衰或年老时受此报，杀业重的人也很难过年关。后来学了感应篇，才知道腊月三十这天原来是算总账的时候。祖师曾劝人云，预先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管取一场热闹。果真如此。忏悔自己没有早日学佛，努力断恶修善念佛，为父亲及全家所伤所杀所吃的众生回向，让家父受这么大的病苦折磨。弥陀圣号不思议，克服业障之后，自己发愿这一生一定要帮助父母亲往生极乐世界，圆满成佛。因此发愿诵100多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回向给家父，也希望家父自己能念佛。因此请了一台念佛机回家，放在他老人家的床头前。到了深夜1至2点，听到隔壁房间很吵，起来看个究竟。母亲说，你父亲说念佛机声音太大声了，吵着要关掉念佛机。母亲说，念佛机声音我听刚好，您父亲耳朵重听，我和他讲话都要很大声，念佛机怎么会吵呢？可能佛力加持。我马上说，这是业障现前，千万不能关掉念佛机。我劝母亲，只要我们两人不关，父亲也没法子关，我们去睡觉。当时父亲的脸好生气，不像他本人，一听我们不关念佛机更是生气，但当时只有忍下心来，不能随顺他老人家的意思。直到清晨5至6点，我赶快起床去看看父亲怎么了。父亲看到我高兴地说，昨晚念佛机念得很好听，前面有一批人念阿弥，后面有另一批人应陀佛，就这样唱了一整晚。我心里纳闷着，昨晚吵着要关念佛机的是谁？还好没关念佛机，否则把父亲成佛的因缘都错失了。从此之后，父亲就躺在床上听念佛机念佛。后来自己对经教稍有了解之后，才知道人要往生净土，以前所恼害及杀害的有缘众生会来障碍，尤其人在深夜气衰或生病将往生时，容易业障发相。要是当时能跟父亲的有缘众生沟通，祈请他们一起来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做将更圆满。由此体会到
用念佛机播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亦不可思议。感得佛菩萨护念，突破一切障缘。弥陀愿力不思议。由于担忧父亲不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不能升起往生之愿，因父母亲都没念书，便请了塔语版的发大誓愿第六弥陀四十八愿，是由悟道法师复讲净功恩师所宣讲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总共二十几卷录音带。暑假回台湾陪父亲一个多月，每天播放一卷卡带，有时二三天都重复播一卷。因老人家久卧床上，体力差，听没多久就睡着了。为让父亲专注，便教父亲学着复讲。因父亲记忆力好，又喜欢讲故事，等阿姨或姐姐来探望他时，复讲给他们听。果然父亲常说，极乐世界的树很高大，一棵树横倒着就能横跨地球与月球，还有地上都是黄金做的，所以他老人家对极乐世界了解了。他老人家一生只听过的经就是发大誓愿第六，真是贵经不贵多，贵在是否能看破放下。他老人家一生没去过道场，就是在床上躺着听佛号直到往生，也很少听他念佛念出声，他就是专听念佛机声音。后来才晓得，原来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印光大师也曾说，躺着念佛出声耗气，静听佛号声其实很摄心。随缘消旧业，以苦为师。父亲往生的前一年多回家探望他老人家，父亲很高兴，我坐在床边，他老人家才把一生经历的事一一告诉我。原来父亲一生吃过这么多苦，但他从来没对我们小孩说过或抱怨过，他总是默默地承受一切苦难。以前在乡下的路上，不但没路灯，且要经过公墓，所以我晚上若是要补习，父亲就骑机车去接我下课。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他经过十字路口时，一部大卡车冲过来，他心想，这次完了，小女就得在那里等不到人了，还好没撞到。天下父母恩，真是难以回报啊。当时父亲都没有跟我提，他老人家一切都默默地承担，而且心里念念都是想到我的幸福，而不是自己的安危。爷爷在父亲四岁时就过世了，奶奶改嫁，所以父亲就被送到有钱人家中去当长工。一生吃过很多苦，为了养活七个小孩，艰辛工作，任劳任怨一辈子。记得我五至六岁时，父亲拆掉老房子盖上新房子，当时父亲才请几个工人，大部分工程
都自己一个人辛勤做到半夜。大经威德不思议，消业障。他回忆起这一段时，就说当时盖这一栋房子，邻居把地标往前挪了一些，如果以后他们的路不让我们过，你记得请你哥哥将那一小块地要回来。我说算了，这是身外之物，别放在心上，往生极乐世界要紧。父亲想，他最疼我，竟然我没站在他这一边说话，气得脸都变了，和之前要拔念佛机的情景一样。我见气氛不对，转移话题说，快中午了，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下午再来聊。当时我感觉全身无力，赶紧去诵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连诵了两天，十多部经，回向给父亲的有缘众生，希望父亲往生时没障碍。之后人舒服多了，去看看父亲，父亲很高兴。直到他老人家往生都没再提起这件事。人要往生之前真是不容易啊，业障发相是会有的，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印光大师教导我们，念佛方能消树业，结成自可转凡心，只要对净土法门信愿坚定，持之以恒的念经念佛，总有化解业障的一天。看破放下得自在。我担心父亲走时身边没有人为他念佛，因为家中只有母亲及二姐和我念佛，其他小孩还没学佛，怕家人在父亲临终时哭泣或乱动遗体，因此就请了一张临终遗嘱。因父亲没有念过书，所以我就一条一条地念给他老人家听，内容是断气后不要搬动身体，不要哭泣，要念佛24小时，丧礼要简单，不要铺张浪费，要用素食等等。他老人家都能接受，唯有火化这一条，他老人家说，他说人都死了还要火化，我怕他担心，马上说土葬也行，所以他老人家同意了，写上他的名字。父亲虽然没念过书，但会写自己的名字及简单的几个字，并盖拇指印同意。没想到他老人家往生的前半年，母亲跟我说，你爸爸说他死后丧礼要简单，要用素桌，不要浪费，用火葬比较干净。我心生欢喜，知道父亲放下对生的执着了。的确被病魔折磨了7年多，我想他老人家对人生的感受应比一般人还来得深，真是人生愁业啊。父亲说，我们小孩都成家立业了，也能安分地工作，他该尽的责任都已尽，他可以放心了，放下身心世界。父亲因为长期服用西药7年多，毒都排到皮肤表层，后来演变为皮肤癌。到癌症末期时，大量流血，
家人送父亲至医院，医生说要做化疗，不做化疗就回家去，而且若大量出血，命恐怕保不住。我知道化疗是辐射线，不仅杀坏细胞，也杀好细胞。若做化疗，因是辐射线，五脏六腑都会受损。老人家80多岁了，恐怕受不了，所以执着不想让父亲做化疗。当时家人拿不定主意，哥哥就说让父亲做决定吧。父亲说，只要你们小孩好就好，我已经无所谓了。这句话令我刻骨铭心。父亲念念希望我们小孩好，他宁愿自己受苦，所以任何决定他都无所谓。看出他对身体的执着放下了，要是没放下，怎能任人宰割呢？后来做了化疗，父亲五脏六腑全损，从导管排出的全是血水，痛苦煎熬了一个多月，尤其到半夜更是痛苦，经常有痰积在喉咙里，若没有用机器抽，几乎就不能呼吸了。在医院这一个多月中，看到一个人要往生之前，来的几乎多是抱怨讨债的有缘众生，动作粗鲁的，给脸色看的，讲话不客气的人很多，可谓是雪上加霜，而且是密集考试。我在旁边看着，爱莫能助，只能至诚地求佛菩萨加持。逆境逆缘真能看出一个人修行的功夫，他老人家一点也不抱怨，个性开朗，忍辱功夫很好，视线以苦为师，在逆境逆缘中消业障。偶益大师云，种种恶逆境界，尽情看作真实受益之处。名利、声色、饮食、衣服、赞誉、供养，种种顺情境界，尽情看作毒药、毒箭。逆境的确较快成就人，相反的，顺境则容易淘汰人。父亲住的病房是8个人一间的大病房，都是癌症末期做化疗的，2-3星期就走一个，让我看到什么是人命无常。父亲住院1个多月，我就见到2个人走了。有一天睡到半夜1-2点，隔壁床突然大声哭叫起来，原来是病人大量流血断气的，他的家亲眷属没学佛，哭叫着医生。只见匆匆忙忙来了很多医师及护士，将亡者推出去。当时在医院体会最深的就是人间地狱，什么苦都得受，唯有早点往生极乐世界，才能真正离苦得乐。感恩父亲视线病苦，让我有机会在医院学习，看到人生百态，恒顺众生。往生的前2-3个星期，有一天父亲突然说要去拜佛，因为医院有一个佛堂，我说好，可以用轮椅推他过去。父亲很高兴，母亲说身体不好，上下电梯太折腾了，别去吧。父亲说别去就不去，
但我看得出来，父亲真想去，但他仍横顺母亲，怕母亲担心。他一生都没有礼过佛。往生前两年，弟子恭请悟道法师至家中为二老做皈依仪式，三拜是我替他老人家拜的。真没想到身体都已经受化疗折腾至此了，还记得佛，真是令人欣慰。他老人家所表演的是恒顺众生，不给别人担忧添麻烦生烦恼。父亲在病苦时即使很痛，他老人家很能忍，视线身体随他去，别人要怎样摆布就怎样摆布，即使人家给他脸色看，他也无所谓，他能心平气和地承受业障。生病卧床七年，从不怨天不尤人，一生开朗，要临终前几星期还很幽默，让阿姨及姐姐们来探病时都没有忧伤的气氛。记得有一次大家到医院看父亲，父亲要掏耳朵的小耙子，有人拿了一只来，另一个人说太小了，父亲就说干脆去拿锄头来比较大，让大家开心一笑。心经云，色粒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父亲视线教导我，不仅色身要能放下，对顺境逆境之感受也得放下。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化疗期间一个多月，父亲几乎到深夜都会因为止痛药效消失而痛醒。有一天痛到两个额头紧缩在一起，我马上拿佛像给父亲看，我说爸爸，你要是很痛专心看佛像，注意力转移比较不痛。他老人家告诉我，到处都是佛。当时我也不懂，怎么父亲会这样回答。后来学的净土经论才知道，原来父亲在教我要专心念佛。华严念佛三昧中显首品云，若常念佛心不动，则常睹见无量佛，若常睹见无量佛，则见如来体常住。文殊般若经也云，细心一佛专称名字，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后来请示恩师，师父上人说这是念佛瑞相之一，原来他老人家念佛有功夫了，也印证净空恩师所说能看破放下，专念阿弥陀佛三至五年就能成就，不怕业障重，只怕不念佛，念佛成佛。这也让我更体会专字的重要性，才放下多年盲修瞎练贪大经大论的烦恼习气。诚如海贤老和尚所言，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盘山禅师亦云，粉骨碎身，唯心莫动，收拾自心，如一尊木雕圣像坐在堂中，终日无人亦如此。
翻盖簇拥，香花供养亦如此，赞叹亦如此，毁谤亦如此。念佛人执持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当念佛功夫成就时，知一切法皆是幻化，自然心就不动了。有一天，二姐从南部来看他，他告诉二姐说，极乐世界很殊胜，树很高大，地都是黄金做的，我现在还有业障，等我业障消完了，就要往生极乐世界。当时我到医院楼下买便当，回来时二姐告诉我，我心想，不错，到这个痛苦关头，父亲还想着极乐世界，还会复讲。但二十几卷卡带中，没说业障消完才往生，我马上白父亲言，不用等业障消完，往生极乐世界是可以带业往生的。回想起来，父亲是在因材施教，他要二姐相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父亲虽受病苦折磨，但头脑非常清醒，这也说明只要一心念佛，极乐世界殊胜的景象生前都能亲睹。而且能往生的人虽受病苦折磨，但心神是灵澈的，不是昏暗的，自在往生。往生前二三星期，他时常问我端午节还有几天，我说还久呢。小阿姨说，你父亲可能过不了端午节。果然，父亲在2000年农历4月22日晚上11时50分左右往生。自己因没有送往生的经验，不知他话中的含义。往生前一星期，回光返照，他老人家精神特别好，大家都认为父亲会好起来，而且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当时我因请假了一个多月，再过几天就要走了，跟父亲说，您以后若需要人照顾，我会马上再回来。父亲说，你有你的前途。我走后，听说父亲食量减少了，我走后3天，父亲就往生了。他老人家一点挂碍都没有，我心里很难过。为什么父亲不在我在的时候走呢？我可以帮他助念。姐夫说，父亲怕你难过，所以选在你走之后他就走，不让你看见他走，他也不愿意再多麻烦其他小孩照顾，因为每个小孩都有家累，怕造成负担。老人家往生当天早上，头脑非常清楚，告诉大哥说他要走了，办出院手续。大哥说不会这么快的。当时他说完之后，人就像睡着一样，脸上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非常安详，但还没断气。大哥办了出院手续，医生拿掉急救设备，从医院到家，救护车开了3个多小时。他回到家，家人也都到家后，几小时后才断气，满了他生前说要在家寿终正寝的愿，而且非常安详，脸色红润，直到一星期后火化前都是如此，比生前更好看。他老人家视线自在往生，不需要人助念。当时不了解
这情形，为什么父亲一说完要走，脸上一点痛苦表情都没有了，脸色红润安详，像睡觉一般。在学佛答问上请教净空恩师，师父上人说，这是业障消除的现象，也印证父亲所说，他业障消除就要往生极乐世界。火化后骨头像雪一样白，姐夫说这是好现象，吃了7年的西药又经化疗打那么多针，能骨头不黑真难得。2005年，弟子将家父往生过程禀告净空恩师，恩师说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瑞相。于2007年11月，有人告诉我家父往生极乐世界，但品位不高。2008年4月，有人说家父往生品位提升至中品，因为在极乐世界大家一起修行进步快。于2010年4月，又有人曾说家父往生品位提升至中品上升，这增长大家信心，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都是不退转的菩萨。另外2年前，家母年过90，寿命已将近，常昏睡，少念佛。听说家父常用光照着他，让他能晚上少睡，多一点时间念佛。可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常照顾家亲眷属。一生行仪，他老人家一生知足常乐，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老实厚道，敦伦尽分，教导子女身教重于言教。父亲示现教导的是：一，一生修忍辱波罗蜜。父亲很慈祥，很少生气，一生常受人欺负瞧不起，但父亲都不与计较，欢喜承受，教导小孩吃亏是福。二，敦伦尽分，乐观明理。父亲对小孩都很照顾，为了我们小孩，父亲在家院子种很多水果树，像芭乐、龙眼、香蕉、番茄、桃子、柚子、释迦果、香蕉等等。由于他老人家很有爱心，所以果实累累，我从小几乎天天都有水果吃。他老人家很小心照顾这些果树，像照顾芭乐，他便很有耐心地将芭乐一个一个包好，所以果子长很多。亲戚来一定是一大袋一大袋的全部摘下来给他们带回家，一点都不吝惜。我跟家父说留一些给我吃，家父说他们难得来一趟不容易，过几个月水果就又会长出来，我们就能吃了。要是有客人来，父亲一定把家里好吃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招待客人。有时客人突然来了，父亲便赶快到市场买好菜回家。父亲手艺很好，做的饭菜很好吃，一会功夫就能摆上一桌。村里有人需要帮忙，他马上会去帮忙。村庄开会公益之事，他老人家时常热心参与。三，将心比心。父亲去市场买菜时，从不与肩挑小贩讨价还价。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父亲买一把菜10元，家人说菜买贵了，那才值2块钱。父亲说全部才几块钱，总赚也才这么几块钱。父亲一生赚钱不容易，特别能体恤靠劳力付出人的艰辛。四，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听经闻法后才知道，不管是法，出世间法要成就，就是一个专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父亲他老人家能成就，也是得力于一个专字。记得我小时候吃饭，一手拿筷子，一手拿汤匙，父亲马上呵斥说，拿汤匙，筷子要放下，表情非常严肃。当时不解，心想一起拿可以吃得快。父亲很少严肃呵斥我，因为我最小，他总是以疼孙子的心疼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他老人家的用心，学佛后才知道，其实他在教导我一个专字。因父亲一生说话不多，所以他说的话我终身难忘。记得我大学毕业后想转行去念企业管理，但犹豫不决，因此白天上班，晚上去补企业管理的课程，一边又准备化工，忙得人仰马翻。父亲看我陷入僵局，就说，你念化工已经7年了，应该继续念，不要转行，放弃化工太可惜了。父亲从来不会干涉小孩的前途或给念书的压力。小时他告诉我，只要做个好人就可以了，书会念就念，不会念也没关系。所以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难得父亲开口把我点醒了，原来我脚踏两条船，哪有不翻船的道理呢？所以接受了父亲的忠告，不再转行了。后来自己拿到博士学位，很高兴地向父亲报告，父亲开玩笑地说，他是博土。父亲一生耕种，土字比我的士字下一画还长，我还是他生的。父亲就只认得几个字，意识告诉我，别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建功恩师常说，不要小看乡下老阿公老阿婆，他们真有智慧，心清净，念佛几年就成就了。从父亲身上我亲眼看到了，他待人用真诚心，做事专心，念佛当然也是一心一意，不像我三心二意，眼高手低，坐着一山望着另一山高。父亲做事不快，但井然有序，做事很专心，不马虎，很仔细。他老人家很有智慧，看到新东西一下子就学会了，也很有创意及艺术眼光。父亲性情温和，喜欢种果树，有空会用盆栽种小榕树，还会在榕树上绑上瓷器做的小狗让小孩子欣赏，也会在家庭院种些盆栽，像兰花、竹叶青，所以从小玩耍的地方就是庭院，很温馨。记得我3、4岁时，父亲还用土堆一个溜滑梯，及在龙眼树上绑一个荡秋千，给我们小孩玩。父亲的东西一定放得整整齐齐。
要去拜访亲戚，就是一个小包，一套换洗衣物，身上穿得很朴素整齐。头发及胡须一定会剪得很整齐干净，皮鞋还擦得亮亮的。后来自己学了《弟子规》，才知道原来父亲身形与《弟子规》是相应的。五，对亲情也放下。父亲48岁无意中生了我，所以把我当作孙子看。记得小时候，父亲时常用摩托车带我去市场买菜，人家都说那是你孙子啊，父亲便得意地说是小女。后来他明知自己要往生了，我离开他将是天人永隔，但为了我的前途，他也毅然舍得。深思为何有人念佛不久，如几天或3-5年就成就，而有些人念佛一辈子，甚至50-60年却没能往生。关键就在于是否看破放下。净空恩师开示说，当下放下，当下就往生。的确，这是修行入手处，祖师大德也多以此来劝勉人。像莲池大师常教人，放开怀抱，看破世间，宛如一场戏剧，何有真实？这一生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就不退转了。恩师慈悲不厌其烦地常教导，宇宙人生之真相，乃刹那意义业因果报生灭之相续相现象。能言经云，当处出生，当处灭尽。故佛教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按心中常存此观观念观照，则渐渐契入宇宙人生之真相，得大自在受用。若能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消业快速，何愁不往生？愿将此功德回向父亲往生品位高升，回向虚空法界一切父母师长众生及见闻者，皆能离苦得乐，往生极乐世界，圆成佛道。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垢重晦浅，且文笔拙劣，此文整理多年，至今庆誉诸位仁者慈悲帮助，才艺完成，无比感谢。报告中很多不妥及错漏之处，曾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与批评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我们大家都听了这一份报告，希望能增长信心，这一生认真努力念佛，往生西方就对了。啊，好，下面还有一份很长的啊。学习心得报告。惭愧弟子上官老师，主题图文八和平之旅下。善人善缘，善业消福报，恶人恶缘，恶业消业障。善也好，恶也罢，都是一场梦，不能当真。凡夫因有妄想、分别、执着，
而把一切有为法当真。佛无妄想、分别、执着，而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然而在假象中见到一切相皆是假的，实在不容易。这是渐修，放下一点假象，就见到一点真相；放下一分邪见，就破一丝魔网。直至无念，方能出离魔网缠缚。持名念佛法门，特而不起，是直接用佛知佛见换掉凡夫之见，佛知佛见离思虑分别推求，乃觉正净之念。于一切境界中，心不染浊，清清楚楚知道，却不患得患失，不自私自利，是名无念。无念就是觉正净。阿弥陀佛是自性清净平等觉之名号，名号就是佛知佛见，名号本身就是真实之际，亦是弥陀誓愿一佛成。称念自心清净平等觉之时，即远离妄想分别执着染杂时，即远离一切凡所有相时，即远离一切梦幻泡影时，即回归真实之际，人人本具佛心自性时。念佛时，即直趋直入弃假归真时，一句佛号横超一切虚妄梦境，而直达到最真实永恒和谐境界。念佛是真正和谐世界、和谐虚空法界的最有效办法，是真正明自本心，认识自己。二，什么是和合？一，万法本源相同，故能和合。知道了真我是什么，接下来就要考虑怎样与一切众生相处，这就要了解什么是和合。和合就是我与一切有情无情众生相处的原则、方法、形式和结果。和合就是同体不二之意。横竖万法成于大缘起，法法交彻，随举一法，其他一切法即伴之而缘起，互为主伴，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一切法之功德汇聚于一法当中，一切法与一法乃和合之相。诸法之本源非有别种，这两句话正是一切万法乃和合之相的离体依据，因本源相同，为自如来藏心缘起之差别法。这句话是一切法之所以有差别的原因，为从众生心想而产生差别，故必有可和融之理。这句话讲出了万事万物之间都是可以团结、和谐、和融、和合的，这是必然，更是自然。因此，人与人可以和融，族群与族群可以和融，国家与国家可以和融，乃至于一尘一毛、一与我与尽虚空法界和融为一。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和合之精神感化万邦。甲，
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纵观世界人类历史，中华民族何以能一枝独秀，延续千秋万代而至今不衰？因为我们有民族魂，我们的民族魂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祖先从自信中流露的智慧，自信之泉水源远流长，和合包容，流长而亘古不变，和合而同治天下。因此中华文化之影响遍一切时空，一切时间空间，不远的将来必定以不可阻挡之势红遍天下。这不是一种刻意而为，而是一种自然之态。中华文化是自信体露出的和合文化，显示的生机万物本源相同，必然和合之结果。面对过分现代化、科学化、物质化、去伦理化、去道德化、去因果化带来的灾难时，我们这一代人成为了前所未有的，孕育在舒适环境里却不安地看着未来的人。这种极度的不安导致走投无路，此时必须也只能回头来看，祖先踏过的足迹就在脚下，沿着这条先贤走过的和合之路继续前行，一切分裂与矛盾终将得到根本和彻底的解决，因为那是一条真心正路，走向永续和平的康庄大道。以离散之心，禽兽不如。我国古代的思想句子，墨子在《墨子上同》中就提到了和合的观念，阐述了天下混乱，人如禽兽，皆是自赞毁他，坚持己见的结果。墨子言：“是以人事其意，而非人之意，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交；腐臭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可见离散之心乃灾变起因，违背人类自信本具和合相融之相。观浮世现况，处处现离散之相，自私自利，突出自我，就是典型的离散之相。教育的功效本末倒置，不能教化育人以仁义之道，误以为凸显个人价值、追求经济效益是进步，殊不知膨胀的是欲望，增长的是罪业，制造的是纷乱，得到的自然是禽兽不如的报应。丙，和合带给世间百事欢欣吉祥，调和化解矛盾。史记循吏列传，施教导民，上下和合，这句话简单明确，讲出了从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皆靠施教于民，和合内心则自明其德，和合天下
则能安邦清宁。和合尽虚空，则止于至善，见性成佛。其德用广大无边，不可思议。故知和合是诸法实相，一切众生因迷惑而颠倒，故须以教学为手段，令众生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原本是万物和合，一体不二，能生万法，而又住大极定。让我们以始始境借鉴，看看和合思想化解危机、平定天下的故事。众所周知的少林寺，混元三教九流图，乃释迦佛祖、孔子、老子三圣合体像。此为嘉靖44年1565年郑王之子朱载堉所作，但却少有人知混元三教九流图的灵感是朱载堉借其曾祖大明朝第八任皇帝宪宗朱见深所制的一团和气图。这幅源于三教一元和合思想所作的一团和气图，在当时的历史上可谓是有不费一兵一卒而扭转乾坤、平定朝野、消纷争恩怨、使万众一心的功德。当时的成化帝朱见深刚刚登基，面对朝廷留下的大量冤狱、诬告成风、群臣疑虑的局面，成化帝决定先为前朝蒙冤功臣于谦平反洗冤，却招致近半数朝臣反对，导致对立分裂加剧，派系争斗严重。此时的成化帝虽身陷绝地，但并没有乾纲独断，而是取材虎溪三孝的典故，连夜画了这幅一团和气图，并为之御制一团和气图赞曰：郑文进、陶渊明乃儒门之秀，陆修静亦隐居学道之良，而慧远法师则世事之翘楚者也。法师居庐山，送客不过虎溪。一日，陶、陆二人访之，与语道合，不觉送过虎溪，因相与大笑，世传为三孝图，其此非一团和气所自也。是挥彩笔，题示其上，皆世人之有生，并代天而履地，既君秉以同父，何必书而此意？唯凿志以自失，外形骸而相继，虽近在于一门，乃远同于四意。伟哉达人，遐观高士，谈笑有仪，俯仰不愧，和三人以为一，达一心之无二，望彼此之是非，矮一团之和气。一何以昭和，明量其类，以此同事，事必成，以此建功，功必备，岂无斯人弗与圣智，披图以观，有盖于志，
燎原彼以血还，数以警赎而立誓。第二天早朝，成化帝展开此图与众臣观摩，并说明此图创作之良苦用心。众臣观此图，读此赞，默然唏嘘泪流，从此恩怨消除，朝政安定，皆赖此图之无量功德。好一个和三人以为一，达一心之无二，忘彼此之是非，爱一团之和气。三教之思想精华，万法一源，和合而不二之治理，皆囊括无余。果能通达此理，则如成化帝所言，以此同事，事必成；以此建功，功必备。世间族群团结，宗教和睦，社会安定的秘诀，就是依据这忘彼此是非，爱一团和气。一切法能融合之根源，就是万物以为一，一心而无二。出世间真理，亦不出此处。现在人的善根福德与古人不能相比，古人见此一团和气图，既能良心发现，悔过自省，因为古人孝敬的根基深厚。我们今天读到此文，能否体会成化帝的因重苦心？能否亦如当时朝野群臣，自此不再与人对立？能否让此图此赞之功德起熏己心，普熏法界？这是修行的关键。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就是用这种和合的胸怀，不存是非心与彼，只爱一团和气于众，从而如成化帝一样，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宗教团结事业，破解的不能破解的冰封冻结关系，带给了土文巴真正百花齐放、和谐安定的春天。三、建立土文巴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一、缘起，佛陀怎样慈悲，上帝怎样爱世人，都需要佛弟子和神职人员来将这种慈悲的大爱传递到人间，造真达俗，利益群盟。尊敬的师父上人，就是真爱的传播者，在土文巴这块拥有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的神奇土地上，播种了真爱的种子，用无比宽广的胸怀、清净平等的智慧，为真爱之种提供了最佳生长环境。中国人自古胸怀天下，追求的是全人类的幸福。师父上人遵从张家大师的教诲，一生学释迦佛，走释迦路，自然心同佛陀，做多元文化社会义务教育家，所作所为无非令众生出离生死，一生成佛，终归极乐。世出世间的修行，都要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才能实现，而能担负维护世界和平这一神圣使命的，非宗教莫属。只有宗教回归教育，消除误会，没有彼此批评与自赞毁他，冲突自然化解，误会自然解除。因同体大悲而发圆满的菩提心，已13年，情形不错，成就土文巴和谐盛况。土文巴和谐的缘起，
是圆满的菩提心，所得是一切诸佛加披，成就即是佛之大愿，和谐万物，圆满菩提。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图文巴的团结实际是宗教的联谊，这个联谊不是一般意义的联谊，而是道德上的联谊，伦理上的联谊，文化上的联谊，是真正和合之相，值得传播到全世界，以此为示范化解危机。23年温馨晚宴，铁杵磨成针，师父上人如普贤菩萨般的广宽广心量，弥陀慈父般的平等大愿，促成了土文巴宗教团结的缘起与发展。在13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一桩事不能不说于成就今天的和谐景象有决定性的功效，那就是温馨晚宴。民有情，善巧方便开善门，演慈变，温馨晚宴促交流。正济附和，让圣教灯火传心，皆渡彼岸，机缘成熟，终归极乐。这就是澳洲净宗学院每周六风雨无阻不见不散的温馨晚宴。历史长河滚滚东流，自古以来天下兴，百姓苦，大兴土木，搜刮民财故，天下亡，百姓苦，兵祸连结，战乱贫人故，兴与亡，百姓皆苦。唯救其救尽苦，方得救尽乐，救苦必有法药，相应无边众苦，开导群生，成熟善根，做大导师，施教于民，教学为先，会真实之力，示出世间圣教之行。然而我们这一代虽不是生于乱世，却长在圣教承传岌岌可危的时代，我们之前的古人善根积淀深厚，得圣教印泽，以文治天下，开太平盛世，我们以后的子孙全赖我们能否将释出世间救苦法药承传，一旦灭绝，子孙后代将永处黑暗，成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现代弘法谈何容易，若不入世，不能察民情，不能与民乐，则不能救民之苦患，若入世，则恐世俗凡情残服，五欲六尘熏染，不能利他，反自堕落。若无善巧方便，无信念坚定，无弘誓愿心，无自察自省，无谦虚恭敬，无孝道仁义，则不能度化众生。然大悲之心乃菩提心之根本，彻底圆满的悲心，无丝毫私心的悲心，即能开启智慧之门，光明照耀万物生灵。贤公表法的深意之一，就是悲心生出的坚忍。92年的坚持与忍辱，令众人心服口服。13年温馨晚宴的成就，功德无量，数不清的民众、族群、学校、企业、宗教、民间团体得以相聚一堂，畅所欲言，
打破界限，敞开心扉，交流了解，建立共识，相互信任，加强往来，彼此扶持，和睦共处，团结安定。土文八县市市长在与师父上人会面时分享说，前晚的聚会中，他惊喜地发现，原来根本不能往来的基督教不同派别的成员居然也聚会一处，这都是老法师这些年团结宗教的成果啊。今年五月，由市长率领的宗教领袖、政府机关、商业学术界代表团一行，第二次前往巴黎教科文组织报告土文巴宗教团结的成果。如今的土文巴各界对于以多元文化示范城市开启宗教大团结，开启世界和平，化解危机冲突，信心满满，动力十足。23年来，师父上人的理念得以在此地贯彻落实。作为后辈，作为弟子，心里由衷敬佩一位大德，他的坚忍成就了温馨晚宴。哪怕曾经出现反对声音的时候，他也从未动摇。很难想象一个人把一件简单的事情重复地做，把重复的事情认真做，这就是这样的坚忍，他成了赢家，赢得了土文巴各界人士和团体的信任和支持，老老实实却又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师父上人教导的任务。戒学班结业典礼那天拍照团体照，他带着围裙在全场的掌声中最后出场，质朴而谦虚，和合了众生，同时亦和合了自己的内心。作为佛弟子，我也曾思考过，换作是我，能够坚忍13年不变初衷吗？那需要对师父绝对的信心和对正法承传坚定持久的耐心。这样的心不仅仅能成就13年温馨晚宴的功德，往生净土亦足矣。有大德曾经说过，别去想好或者不好，那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该做的只是努力耕耘而已。亦有前辈形容我们这一代是开荒的一代，收烂摊子的一代，重建废墟的一代。对照现况，确实如此。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的缺失，使得人民的思想如荒芜的田地，不能生长智慧的果实。物欲金钱的过分膜拜贪婪，酿成了丧失人性、腐败愚昧的烂摊子。然而乱世出英雄，在此文化雨下江青、道德堡垒陷溺的时代，我们千载一时，有幸遇到一位名师，尊敬的师父上人，老人家点燃了圣教传承的希望之灯，为复兴圣教铺平道路，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更有幸千呼万唤，明君出现，出世。习主席倡导学习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所以我们
必定是重建废墟的一代，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有着祖先承传给我们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基因。名师身行言教，为众生指引铺路，明君以身作则，倡导带领天下，这样生逢其时的殊胜缘分，中兴家国，中兴传统文化，中兴佛陀教育，皆是适当其时，水到渠成，不需预虑。天地生人，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是智，劫生是为。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今国运兴起，正当时，习主席一片担心，睿智厚德，系国运民生。师父上人智慧通达，慈悲至极，三尺讲台系天下苍生。二位如古人所言之大仁者，虽未曾磨面，但已心心相应。为子民者，为弟子者，怎敢不落实承担圣教承传，怎敢辜负因缘际会，逢此修治天下之良机。三，讲经念佛的术与德，解决干旱问题。图文巴是昆士兰州的花园之都，图文巴的名字在土著俚语中有沼泽地的意思，这个名字的含义读到后很容易只是划过脑海，然而细细想来，早年的土著不会随便为这块土地命名，一定是名副其实才对。由此可知，图文巴小城在遥远的年代一定是一块资源丰饶的湿地，故此才有俚语沼泽地的美称。如果将地球比喻成母亲，那么图文巴这块曾经的沼泽地就是大地母亲的肾脏，供应调节全身血液的平衡。这一作用对于目前澳洲内陆面临的严重干旱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改变都至关重要。澳洲的研究人员表明，以往过度开采和气候变化将会影响农业发展、水源、电力供应，然而给物种生存和生态环境带来更多的压力，而研究发现这些变化是实质性的且无法停止，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仍然可以采取措施减缓这些变化带来的损失，这就需要人类活动的改变。研究人员倡导的人类活动的改变究竟是什么？什么能迅速有效地缓解干旱，减少物种灭绝？除了今现在说法的教化功德，恐怕没有什么能有如此作用。事出世间圣教的延续，如果在图文巴这个和谐示范城能够以道德讲堂的模式开展，那么澳洲和全球范围的生态改变都能得到改善。宗教教化的力量由浅除
迷垢，细琢尘劳的术与德。这一自性本具的德能的德用，能滋润解渴众生心田中道德缺失而引起的干旱，能润泽舒缓人类不善心行给大地带来的灾难。而土文巴各宗教的团结力量更是不可思议，能够集合力量斋戒心行，至诚祈祷，普降甘露，相信大悲心中自然感应大悲甘露的降临，灭嗔恚嗔恨之火，洗烦恼之垢，去欲望之染，润人心万物。四家和万事兴，无量劫所修的福报以及诸佛菩萨的加持，弟子才有机会亲近师父上人这位慈悲的长者。两个月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深深体会到了师父作为大家长的艰辛不易。在图文巴期间，有一片光碟记录了师父上人和一众弟子刚刚到澳洲弘法时的点滴片段，感动之余不禁令人唏嘘。13年前的录影中，师父上人的眉毛还是黝黑发亮，年逾古稀却硕健精神，光阴荏苒，如今师父上人的眉毛几乎全白了，是慈祥的长寿眉。这一维系的变化让人心酸。这个世界最宝贵的就是光阴，最不能被原谅的就是浪费光阴，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作为孩子不懂世师之道而背离仁义道德，背离自心清白，不停地制造麻烦给一位智慧的长者，慈悲的长者，仁爱的家长添堵。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心、众生心、佛心、三心是一，如果是一体，那为什么读不懂师父的心，还要让自己的自私自利疲惫老人家的身，烦恼老人家的心？弟子也没有资格这样讲，因为自己的德行不够，也引来了不少是非，没有给大家长大家庭添彩。家和万事兴，答应老人家的，忏悔在老人家面前的，都应信守诺言，否则背叛的不仅是师道，而是圣教，是自己的真心。家和万事兴，有什么事不能沟通与协调呢？这次澳洲之行，自己也深有体会，有几次的考验也几乎被习气牵引，当时最纠结的时刻总在反思和这个理念，思考一下我心中所谓的对立面与我有没有可以和合之处。想来既然是同修，我们的目标是一个，那就是极乐世界，我们所尊敬爱戴的人是一个，那就是师父上人，我们所称念的佛名是一个，那就是阿弥陀佛圣号，其余的不同都可以忽略不计。就这样说服了自己，平息心中的不平。尤其有一次
几乎要发作时，师父上人慈悲、恼怒、坚忍、承担、博爱的样子出现在了眼前，令弟子不敢再给这样的长者惹麻烦，于是忍住了强烈的嗔恨、艰难，勉强地通过了考试。要问自己是佛弟子还是魔弟子，弟子愚见，不念佛不忆佛时就是魔弟子，念佛忆佛时就是佛弟子。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一切凡夫未皆圣道，继而起计皆是悉皆是见，起心动念皆堕魔网，唯有净念相继，无念而念，方得出离。因此不念佛不忆佛，就是与魔相应，造轮回业。念佛忆佛时，就是与佛相应，成就菩提圣道。所以是佛还是魔，自然清楚明了。四，治理雾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群书治要续篇，得以问世推广。一，雾霾乃人心污染、怨气积累所感召。澳洲内陆的干旱，除了人为的破坏外，最主要的还是土著的嗔恨心的嗔心怨气所感召，家园被侵占的怒火世世代代不能平息，大地怎能不干涸，沼泽地失去往日的润泽，变成了裂痕累累，干旱肆虐的荒地，不能养育世代生存的人们，绝望而无计可施。雾霾何尝不是人心污染所致，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不能找到和面对症结的根源，就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弊端。摩天大楼纷纷占领绿地，拔地而起，娱乐消费场所竞相横霸街头，读书修身的地方不知不觉销声匿迹，酒肉纵欲的魔窟其累不及掩耳地增加，自意食肉喝酒满足口腹之欲，却不知多少生灵已被无情宰杀。过度追求养殖规模而造成的粮食危机和生态破坏，巨大的代价只为最后送到三寸舌尖市域，岂知吃下去的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骨肉眷属，残忍地远远胜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彼为果腹，汝为嗜欲也。家教缺失，媒体误导，商家诱惑，夜店泛滥，多少无知的男女沦落在纸醉金迷心迷中，多少家庭被拆散，多少英灵还未见天日就惨遭杀害，黑暗的勾当怎能不造成风云变幻，冲天的怒气怎能不形成一层层严重污染的雾霾，将祖先的肉一口口吃在嘴里，将子女的血肉一块块刮烂，将列祖列宗的脸丢尽，
令其蒙羞而在地狱受尽酷刑，不能出离。蓝天常不在，因为人心坏，雾霾随时来，谁也不能赖。一切唯心造，回头便是岸。回头就要用真心，用真爱对待世间一切境界。真爱就是智慧中有慈悲，慈悲中透出智慧。世间第一等救世的良药，就是群书治要，救急救难，救当前一切危机。更加需要的是治要续编，能尽快问世，必定是公貌四海，救世济民，匡世扶危，兴国安邦。群书治要赠序全篇，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吗？能治理雾霾，能统合天下，答案非常之肯定，确切无疑。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研讨这部旷世奇书，如何能救世救急，感化天下。二，让中国发挥中央之邦的作用，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甲，中央之邦，德则天下，乃中国真正含义。中国这个名字在古代的含义不同现在，中是指中央，国是指城或邦，中国是指中央之邦。严格来讲，古代中国一词不是专有名词，是形容这一地区的作用，引导万邦，起中央向心主导之作用。历史上周朝就是起到了这种中国的作用。作为其诸侯国的宗主国，周王德则天下，尚书周官中记载，为周王辅万邦，巡侯殿，四征福庭，虽爵造民，六福群辟，罔不承德。各地王侯无不承受周王的德泽，而中国最早在清代以承德作为地名使用，就是取承受祖先德泽之意。中国文字的伟大深妙精辟，真是不可思议。就如同宗教的意思，实际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文以至此，赫然醒目，中国之含义未知，中央之邦，德则天下。无怪乎英国汤恩比博士晚年也明确他的中国观，未来属于中国，属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必将传遍全世界，带来世界和平。这无比深厚的恩德泽批，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法的恩泽。大乘佛法是在讲，也早已成为优秀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与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不可分割。很惭愧，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知中国的真正含义，原来就是中央之邦，德则天下。还要依靠英国的汤恩比博士，为我们
帮我们找回民族自信心。好在今天终于知道了，原来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道理和因缘。中国是为了世界各族群，为了天下太平，为了德泽万世而存在的，这就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源头。仁慈博爱，这种无私的大爱以孝敬为根本，上气自信，下化众生，清虚无极，不可思议。身为中国人，幸运无比。接下来就让我们用古人的治世之道来解释中国乃中央之邦，德泽天下，同和世界的必然性。以世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此为未来中国同和天下的模式。以一，抛开成见，发现韩非子之言论与汤氏中国观完全融合。以下将要引述的是韩非子的治国理论。首先让我们抛开门户芥蒂与成见，放下偏见与对立，敞开心扉，拓开心量，本着万物一体、万法一元的大爱之心，清净平等、圆融地看待古人的思想言论。学习的人和注解的人，如果心态正确，自己和众生所得法益将大大不同。所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惭愧弟子，圣教之门尚未能入，何况圆融乎？但有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做基础，有学习中国一词之真正含义所得体会做铺垫，再来看韩非子的理论则迥然不同。这位在历史上就命运多舛的思想家曾提出，上古见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意思是周礼盛行时，人们用道德衡量彼此的优劣，春秋战国时，人们相互使用谋略来定高低，现在是韩非子当时，人们却只会用野蛮的武力来解决问题。这几句当时不能普遍被人接受的言论，如今看起来无不道理。现在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斗争坚固，野蛮暴力，死去活来，自取灭亡，正如韩非子所言，状况之写实。韩非子更大胆地提出，面对这种无法避免的纷争对立，唯一的办法就是世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意思是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之中，一人手中，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韩非子的言论备受秦王嬴政赏识，可惜命运不济，惨死于谗言之下。如今我们也处在韩非子所言分裂斗争无法平息的年代，韩非子的言论
能否古为今用？让我们试着用汤恩比临终前的坚定信念和最终观点来阐释韩非子这一言论的意义。汤恩比这位20世纪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临终前面对过分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苦苦思索，终于为世人指出了一条挽救人类灭亡的希望之路，那就是世界必须走向统一，希望就在中国。韩非子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只要，四方来效的思想理论意在治理国家，汤恩比博士的观点意在挽救世界，韩非子的言论意在实现君主中央集权，汤氏的观点意在世界统一，在文化的融合下建立长期的专制政治。若将心量扩大来看，韩非子这几句话就会发现，其所言正是汤恩比的世界必须统一，希望就在中国。以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就是未来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这两句依据中国这一名词真正的含义，中央之邦，德则天下，就可以看出中国于世界之地位是中央之邦。中央之邦何以有如此向心力来引领四方各国各民族各宗教？那就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亘古不灭，方泽万世的作用。中华文明是包含儒、释、道三教教育，以及可以合合一切宗教教育的全人类的文明。这一文明从人人本具自性流露，自性中有无量德能，相好庄严，因此中华文明可以带给全人类真正的和平、幸福、快乐，并确保人类繁衍生存，生生不息。中华文明之德能方泽天下，带领人类冲出危机的谷底。韩非子言下的要在中央，就是汤氏所预言未来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韩非子事在四方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华民族的心量包含天下，因此那四方于心中，视四方为自己，融合各种文化和文明于一体，让自信自盈之光彻照内外，利己利人，共荣共存，成先祖之德，润世态人心，不分彼此，建立和和家园。以三，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就是仁爱和平的教育同治天下。汤恩比博士畅言，为了建立世界政府并使其永远存在下去，确立宗教的基础是不可以缺少的。本文前面曾介绍少林寺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碑文中唐肃宗所提三教一体，九元
九流一元，百家一理，万法一门，所表现出的华夏民族广阔的胸怀气度，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为一体的和合思想，堪称宗教文化史上的辉煌经典。自古以来，我们的先人祖师就已经开启宗教团结的先河，这就是圣人执要融合万法的典范。而近年来，师父上人不顾年高，不辞劳苦，团结世界宗教的成果，就是为了未来中国文化同和稳定世界做出了坚实的铺垫。这条和平之路的每一砖每一瓦，师父上人都是用智慧和慈悲、汗血和心血为其加固。从新加坡九大宗教的团结，到如今图文巴和谐示范城市的成功，这一个个摆在桌面上的成品，为世界稳定和平带来了强有力的信心。这就是圣人之行，执教为要，同和天下，四方来效，十方受益。今年九月，尊敬的习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将宗教外交、信仰外交推向高潮。相同的信仰情怀、文化底蕴，圣教导师带给大家的，在世代友好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互学互鉴、互帮互助。在这个过程中，习主席的系列举动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今天的大乘佛法前所未有的被国家最高领导人展示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以优秀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在异域放光。在巴黎的中法建交50年纪念大会上，主席讲到，佛教为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佛教也日益建立起这一文化自觉。主动投身于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洪流之中。可见汤恩比博士提出的这种未来世界政府建立的宗教基础，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已形成并日益完善。在主席的领导和师父的教学作用下，大乘佛法和传统文化必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做出不可限量的贡献，并为人类未来的幸福做出自觉、自然、行之有效的维护。所谓圣人执要，圣人乃心性明达、圆融无碍、智慧明耀的觉悟之人，其所执之要就是宗教教育。要表主要的、重要的，执依据古文取三重含义，其一表担任、从事、执教，其二表坚持，其三表取得之意。因此圣人执要就是智慧明达、觉悟之人担任
从事主要的教育和重要的教学工作，执圣道之义，以教天下，并将此圣教坚持地代代承传下去，必将取得天下皆圣贤君子的太平盛世的局面，圣人之身份地位应运而生。如汤比博士预言，西欧不会使人类实现世界政治精神的统一，要使已动摇的人民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种动力的创造者将在中国出现。韩非子言，言下的圣人就是汤氏所言，稳定和统一局面的动力创造者。圣人用于稳定和谐世界的不是军事侵略、经济独裁和政治霸权，而是文化的和合、文化的同志，以文化人施教于民，同治天下。比统治而言，同治更容易令人理解和接受，这是以见和同解为基础。这个见就是文化，文化的融合渗透，来以相同的理念、原则、方法治世济民，这就是汤氏倡导的长期专制，实际上是文化的同治。唯有文化的同治才能使人类免遭灭亡，也正如罗素所预言的那样，给一点时间，古老的中国将焕发青春，创造出使西方机械文明相形见绌的优秀产品。准确地说，这个优秀产品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本来人人具足。我们的祖先勤劳智慧，以丰富的经验成果，将这种人类共有的智慧宝藏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一代代承传至今。我们今天回头试案，所品尝到的是祖先大悲为原点，从孝敬根基中发芽开花，结果结出的实果，德泽后代。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始终不离一个重要看法，那就是中国文明蕴藏的稳定性、持久性令人惊叹。他坚定地认为，必须把中国的这种稳定带给世界，要使人类生存到21世纪，必须由中国人来完成统一和稳定的重任。西方人一定不愿过早接受汤恩比博士的观点，中国人自己也难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老祖宗有强烈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千年前就提出了上下一心、同治天下的理的思想理念。心是真心，一切有情为真心所变现，因此依真实之际，以真实之意，会真实之力，自然同治天下，因为原本就是一。汤氏坚定的，唯有中国人能让世界稳定和统一，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人类文明史延续至今，唯有中国人有极其丰富的觉悟
宇宙人生真相的理论、方法、经验和成果，于世间法，那就是我们的群书制药赠篇和未来一定会出版的群书制药续篇。于出世间法而言，那就是大乘佛法，这一流传到中国又被中国人发扬光大的真正智慧。韩非子的四方来孝，从古至今所遭非议颇多，如果用中国大乘佛法和优秀传统文化为圣人所执之教化，那必定感应四方来效法。这里有永续的光明和寿命，有稳定的发展和延续，有真正的智慧和快乐，有广大的心量和胸怀，有无比的慈悲和仁爱，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一般，怎能不引四方皆来？一定是和合一切为一，统一不是战争。是以明白诸法实相为教学目的，使人人得到快乐幸福，四方来孝是最终自然的结果，是避免人类走向野蛮侵略、残酷分裂的唯一途径。以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普贤菩萨之心量，用群书制药全篇的治世之道，取韩非子世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之思想，与汤恩比中由中国人来完成世界的稳定统一，四合为一。我们坚信这种文化的融合将带给世界大同之治，这是以宗教团结为基础，施行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为手段，给人类带来永续和平的真正智慧的方法与途径。三，一切灾变都是不能和合、分裂斗争的结果，唯和合之思想能救世。上述大段的论述让我们体会到，教育带给人们的是和合、稳定，是吉祥如意。以文化人使天下心可依，否则思想上独立、分裂，人性、道义丧失，结果必定天下纷然，怨声载道，灾厉四起。雾霾乃人心不能相依之结果，而一乃万善归一，在家尽孝，出门守悌，言行忠信，执礼恭仁，公道正义，知耻后勇，仁者无敌，慈悲博爱，和睦共处，平等对待，这种自信教育的缺失造成了思想纷争，纷争必有怨气，怨气重重，爱自信德光普照，才有迷惑之雾霭、失德之阴霾产生。若能回归圣贤教育，使人心思想和合，吉祥之兆自然感降。明田汝城西湖游览至于伪相丛谈，记载了和合之神，言和合之神四肢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其神
明意志和睦同心，调和混合汇合，甚当吉祥吉利。由此可见，和合是指同心，同心能调和矛盾，和睦共处，汇合万法，带来百事顺当，万利吉祥。这重要的意义是和合表万回，指万里之外的人亦能回家，这是多么重要的意义。华严十玄，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万法总持归于自性，这就是回家，这就是自然中之自然相。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圣教就是家，感召四方宗主归一，仁爱和平，自性是家，一切宗教教育都要归于自性本源一家。解决纷争分裂最重要的是教学为先，文化同治，文明统序，天下一心。而群书治要正序全编，若能尽快问世，其古往今来就是之道之精粹，将势不可挡地如潮水般洗刷污染的心灵和环境。治要中倡导的王道，乃重人情，站在天下人立场而言。故有汤恩比博士斩钉截铁的言论：中国统一世界，因中国古代圣教之思想，将上天好生之德广披人间，积极以天下为物的入世精神，经世致用的思想言论，皆是救世良药，利民之本。五，怎样看待师父上人60多年的弘法生涯？曾经有人请教师父上人，学佛60多年得到了什么？师父上人风趣却又肯定地回答：我得到了阿弥陀佛，终于明白了这句佛号的意思，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万劫轮回终将倒归自性老家。这个家是和合的家，融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那千经万论百法为一门，善巧方便化现世间，为教导众生故，示现不同身份、不同族群的圣人、仁者，以无比慈悲的心和光同尘，引领众生破迷开悟，最终能自然而然回家。师父上人学佛60多年，所作就是为此一大事因缘。从大的方面具体来看，师父60多年主要做了三桩事情。第一，团结世界各宗教族群团体，将看似不可能和谐的变为和谐，将极难团结一致的团结在一起，将无法融合的融合为一，给动乱的社会带来希望，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带来有力的和平佐证，以仁慈博爱之心为世界和平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倡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不计个人名利，为保留保护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著作倾尽全力，慎终追远，建立中华万姓先祖纪念堂，待一切众生日日恭敬礼拜，至诚忏悔，奉行孝道，提倡恢复家谱，这一已经被遗忘丢失的特殊文献，这是5000年文明史中独具特色的平民文献，其珍贵的人文资料与历史学、民族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均有其不可替代的功德。从《弟子规》的扎根教育到《太上感应篇》的因果教育，只是现在大力倡导群书治要、治国救世之道，乃至建言国家编纂群书治要续编，以无量功德福荫万代，无一不是以身示范后来人放下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以纯粹的真诚心奉行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的教化，来利济天下后世，将优秀的中华文明推广到全世界。第三，60多年讲经教学不错，以实际行动身体力行为佛陀教育证明，为释迦牟尼佛、为多元文化义务教育工作者证明，为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一宗教真正含义证明，为世界各宗教恢复教学、回归教育，倾其所有，不遗余力。晚年一心皈依净土，以持名念佛法门为诸佛所著导师之行，以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为大种持之最胜奇特之法，以极乐世界为诸佛刹土美好大乘之终极导归，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做出普贤行愿、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的最好榜样，这就是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图恩巴和平之旅早已结束，但这期间的点滴感悟将带给弟子一生无尽的受用。秉承师志，至死不渝，愿尽未来普待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誓舍生命弘护中华文明，持名念佛法门久住神州，德泽天下，普度群蒙，光照虚空。以上是惭愧弟子上官及其浅显的心得报告，不妥之处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大德辅证，无尽感恩，阿弥陀佛。好，上官这一篇报告说明他这一次参加澳洲图文巴的活动没有白去啊，这篇报告我相信他完全说出他的心得，
很少人能超过他。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佛门的一个人才，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啊，让他将来走弘法利生的道路。好，今天时间超过不少，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